housekeeping. Housekeeping.别走，留下来陪陪我。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嗯，管经理，我看你喝多了。来，我扶你起来啊。来。怎么样啊？你没事吧？你以为你们这些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！一个个对我管小伟爱理不理的，管经理，你喝多了，你你喜欢刘星辰什么呀？啊，他能给你多少钱？他能给你的，我能十倍百倍的给你。我就不相信不能打败刘星辰这一次。你说你要多少？嗯，你说你要多少？我要10万，你给得了？多少？10万！我以为打败刘星辰需要多少代价，就区区的10万块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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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10万块就能打败刘星辰了是吗？不就是钱吗？啊！钱嘛，10万块！跟我走，去哪儿啊？哪么都废话，让你走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我不去。信不信我把昨晚的事儿告诉刘星辰？走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看，各种名牌，各种品牌，都是你喜欢的，都是你想要的，开心吗？怎么样？不错，试试看，试试试试。哎，快快试一下，走走走。这就是我想要的，看看这衣服，我帮你挑的多合身呐，啊，就为你定做的一样。看，这些都是名牌，都是你想要的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
你跟我一起睡不都是为了这些吗？啊？你现在需要的是钱，我需要的是人陪，我们各取所需。你不是说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吗？我也答应了，那些钱我只要有了就会还给你。你现在还主动来找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改变主意了。我现在很寂寞，需要找一个人纠缠纠缠。你也不用去上班了，以后每月的工资我给你发。我保证你比跟刘星辰的时候还要好上100倍。你也不用急着回答，不过我向你保证，我肯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。我去换衣服了。哎，换什么衣服？不都说不让你去当服务员了吗？走，过去吃饭去。